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，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，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，只凭直觉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，却又像风捉摸不住，享受晚上散发的香水味，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。Yeah.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，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，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，只凭直觉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，却又像风捉摸不住，享受晚上散发的香水味，像爱不释手的我爱你，有种左等右行的冲突，疯狂却怕没有退路，你能否让我停止这种追逐，就这么爽，最后唯一的红色高跟鞋。好的，今天的清唱时刻呢就到此结束了。嗯，今天呢因为在准备新歌的舞蹈，所以说呢就在比较嘈杂的地方给大家录了这首歌，而且也比较赶，就是怕来不及，所以说呢可能录的感觉就跟平时不太一样，就比如说前面该安静的地方可能并不是那样的安静。嗯，大家包容一下啊。嗯，然后像后面就唱的比较放一点，但是也没有特别放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我这种唱法怎么样，我反正还是挺喜欢这种唱法，希望大家能够接受吧。嗯，行，那今天呢就到此为止了，大家呢就早点舒舒服服的去洗个澡，然后再去睡觉。 OK， 拜拜，晚安。